这个啊宝宝啊能值啊能值啊能值个啊几万啊。我算算能值几万啊，能值个三万我觉得差不多吧，也就三万，十万不可能。老板这个问我打不打，老板这个我觉得我受不了这种刺激啊。这个东西死亡法防啊，老板太难了。这只宝宝就是等最后你打成全红的时候只留一个技能，另外一本拍兽诀都可以。你算我跟你讲，五技能死亡法防的话我们价格不会低于一万，六技能的话不会低于两万，七技能的话不会低于三万五，八技能全红高资质的话不会低于五万，十技能以上的基本上就会卖兽诀钱了啊。你这只宝宝我觉得真的你别打啊，你别打，你就拿去卖吧啊，拿去卖啊。打是一定掉的啊，打一般来讲是一定掉的，但是有的人愿意为这种啊运气去额外的花钱啊。老板，如果这只宝宝可以打成一个不差的全红，我认为它的价格要达到十二万以上啊。同意我观点的兄弟们扣个一，十一技能死亡法防化纹全红的啊，能卖成十一万以上啊，最起码的啊。